这一件马是昨天下午到的，一共是20多匹，有客户看上了一匹小花马。溧阳生物交易市场经理人帮客户代办两匹小马驹，上车之前先把这个门给它弄个缝，留个缝，要不然太闷得慌。先装一匹小马驹啊，匹小公马，130多斤，两千二。这小马非常精神漂亮，黄色也好看。这一件马是昨天下午到的，一共是20多匹，有客户看上了一匹小花马。那匹小花马昨天下午一到，人家就看上了啊！我们溧阳生物交易市场经纪人巴旦帮这个客户买马，那匹小花马，就这样，这里啊！哎，这一匹也不好抓呀。小花马右边眼还是个玉石眼。啊，这里看出来，啊，就这一匹。哎，人都溧阳大，一下上车了，两匹马都安全上车了啊！一会儿出发衡水。石家庄溧阳盛会交易市场，今天是7月23号，到了一车马，哎，往下走了，走了走了。哇，这匹马好看，这马有重。这两匹马漂亮，哎呀，屁股上还有带爆花的。这些马全部安全进圈了，一共是65匹，二穗啊，全部都是二穗马，公的多，母的少。这还是一匹公马，肩高1.5米左右，这是漂亮。这件马是今天早晨到的，里边还有爆花，两匹爆花，还有花马，这两卷啊，一共是69匹。石家庄溧阳盛会交易市场7月23号上午啊，又到了一车小马驹，哎呦，20多匹小马驹啊，哎呦，一共20多匹啊，有两匹带爆花的，黄的、红的、黑的，爆花的都有啊，非常可爱，漂亮的非常多。